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易安姐妹在哪里？是画画，易安是画画，画画世界。哦，对，易安画画世界，易安是画，易安是画画，画画的世界啊。是新一期嘛，很激动啊。这次呢，可以看到，在我们前面呢有五套睡衣呀。那接下来我们要干嘛呢？对不对？我们先说给各位队员彼此。现在。你这整个环节的第一步啊，来就是要选睡衣。来，我们就是要先通过100倍的顺序。好，行。100倍的顺序，选出谁就是先砸飞机的先后顺序。好，然后就是砸飞机，就等于说是可以自己跳飞机了。对 ，OK。OK， 那这个飞机要砸到那个才行。OK， 可以来吧。来。嘿。算了，我们两个。你俩决定一起好吗？收定了。剪刀布 OK， 一喊就一个，第二个让我们三个开始。对，百倍，第三个，你的剪刀，真可怜。就是最后一个，我们干嘛？现在大家都折飞机嘛，就是一喊就要先折。好。哇，这么轻，是不是看起来挺好看的？什么？我说完了，方块机嘛，方块机就是 UFO， 什么 UFO？ OK， 他掌握了最高科技。来吧，我可以砸他吗？可以砸。你们想要哪一套？你自己干。你看你想要哪套？你们想要哪套？他们想要，他想砸我喜欢的。你想要哪套？哇，都可以。你选一套。我选一套。他可以敢砸我想要的那一套吗？你喜欢哪一个？对，我想的。啊！我的龙，我砸了什么？飞机砸了我的龙。啊！哇 ！OK。啊！我的龙。注意点什么？布鲁托。布鲁托是什么？就迪士尼里那个一只狗牵着另一只狗，然后在飞起来。不是。我可以砸他吗？你还能砸我？你也假的，我挺搞笑。哎呦，这是什么？是什么兄弟啊？实力体系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不是实力白色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可以掐掉。Yes， 看他在等的是位置，他被打到了。来 ，Yeah， 啊，砸掉，这怎么算呢？他没砸到，他没砸到不算。对不起，其实我一直很喜欢这个布鲁托。OK， 好吧，这个穿腻了，穿这个。哎呀，你推了，跟那个时光无语了呀！哎呀，好的，我就喜欢那个奶牛。哎呀，真棒！亏我演了半天，真棒，演得我累死了，太棒了！我就怕有人知道我喜欢穿奶牛。你看这个，哎呀，太棒了！这个保护。现在要给电话好换个睡衣，然后先给大家展示一下吧。狂野奶牛，我说这是啥吧？单发捕捉，单发捕捉，太近期了你。你呢？我是火龙，不记当的小火龙，我是火龙，是黑凤凰龙。你呢？脖子短的，快乐史密斯。你呢？我是蓝鲸。蓝鲸 ，OK。准备能挺实点，对，但太迟了。没多少，那边好像。
不该触碰。这是什么呀？啊！不是这，是毛。快点吧。什么？你再来一遍。画几笔了？我不知道。不是，我还没画呢。画完。画完了。我这还是一张白纸，是吧？你是这样的。可以，采访一下。这是吃的吗？是是是，棒棒糖，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再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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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遍，就是你一笔一笔画。好好，来，再画一遍。然后你画画重点。好的。哎，我说我画你背上了，不好意思。没事，来吧。煎蛋，不对，来一次，好可怕呀！这个有屁股的话吗？臭豆腐，怎么可能臭豆腐？严苛不回答。披萨吗？是不？好，我画了个海螺。披萨，你这跟个板似的。你还不错。你看吧，他就画的就是棒棒糖。你看我画的。他西瓜的跟靶子一样，是他把他的皮蛋，直接一个大承诺，披萨很简单，好吗？来说话话话。Oh my god！ 你跟他有什么区别？不是比他那个像吗？你看我这个，这西瓜，分得多快？这西瓜好，这比他再长。你说这分头我都行，这比他好。再涂一会儿，画了吗？没有。我再重新画一遍。为什么画？你下笔点，你直接一点。我重新画。我知道了。你现在是画画，你太辛苦了。我从头画。我从头画。我从头画啊！好好好，哎，对，然后接着啊，它是个上下结构啊。继续，它是个上下结构，它是整体的，它不是。异样，上面大，下面小。我不会学。上面大，对。下面小。然后，这个球呢，它的里面是这样的。是吃的吗？不是，它是用的。上面。对对对，他们是球，你这球怎么说啊？哎呦，这好好，这一个一个，哇！你怎么嘴的手的？是不是牵手的吗？这一个上面大，下面小，还是个球。哎，我跟你画的一模一样啊！真的，画的一模一样。我再重新画一遍啊！我跟你画一模一样。哦，好的，好的，再画一遍。你我真感觉到好的感觉啊，这个。你直接用手吧，你不愿意，你就用手戳，拿走，用手戳。快点！对对对，我还要看你们画的。然后它下边呢是这样的。它是个长方形。啊！你不真的很作弊啊，这姐姐。然后那个球里边的笔画是这样的，这样。你又藏在一个球里边，这样。
哎，我现场就这个，让我画，我画，那是你，我也开始画了，真无语。这游戏玩你可以提下这个，它是用来用的，它是手握着用的。握力球吗？什么？握力球。握力球。握力球。啊，真棒！你家握力球还一长方形的东西。长方形还是圆的。我都说它是上下结构。上面有个圆。对呀、啊。然后它是用来用的，它是握着用的。来，大家麦克风。麦克风。回答正确。这怎么越来越像蘑菇了呀？前面的。上下飞轮。太像了，哎，对吧？嗯。你看我完美还原。对。你说我这么厉害？对吧？我还真不是。完全是你说出来的，我猜出来的，画的很好。跟这画画完全没关系，我们俩真的太像了。这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这都不会那啥，我来看题，不错，好，来，我来，你俩试试，你肯定是吧？我先试验一下，你们稍等一下啊，我先试验一下啊，干嘛？你也在试验吗？画一管 ，OK， 画啥来着？第一个，你重点，我体会不到，一盆儿。有这个不重要。哎，我该画了。这是跟着很下面的。哦。哦。啊。这个不是画好了吗？嗯。下面一个。画好了吗？嗯，去了。你要记住，你是让我会看的，不是你自己让我。好了，好了，还有一个，没了。简单吗？这个？太简单了。外面吧，一个。啊，等，不是，我看你们这个有点误解，等一下，我再想一遍，你们仔细感受好不好？是吧？如果太挂了，我再改。你们多紧张，再挂。你用这来着，你用的你画画我吃我还吃了大，首先大 ，OK， Oh my God， 你在大背上，你别直接画纸上。首先大，你就这样，你在他背上画大，对，然后你还是余数是吧？你先画他背上，元哥大，然后跟在那一竖下面啊。知道这是什么 ？OK， 很 easy。来，再过来。不是，你知道？别，我一定数有了，你别吓到我。别再使劲了。OK，OK，OK。忘了，OK。因为你在这感受不到那个方位的存在，感受得到，一看就画了。快。你还画的巨准，什么叫那个树的下面？这叫树的下面吗？我再给你来一遍啊！好嘞，整体的，哎，我来一笔，你来一笔，好。啊，对，别太用力。对，树稍微短一点，画，短一点，短，画，你还画？我就在跟空气说话。对吧？就是这么画的呀。对呀。他不是那么画的，仔细看。你不要用笔，你直接在他背上。来了，你开刀啊爷！啊爷！哇！行，你是感受不到方位的存在吗？他是竖着给你画的吗？急了，那我们继续画吧。对了，我在画完成绩啊。啊，一、二、三、一、二、一，明白了。啊，我懂了。哎，刚才你懂了吧？我懂了。刚才我二再来一遍。过去，这个完过去。啊，我知道是什么了。不熟。我知道这个简单，这个简单。哦，这个巨简单。好，这是吃的。你是斜的，是吗？哇。
弱智，太弱了。来，我给你来一遍，看着啊。OK，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画面啊。他为什么在上边？你看啊，是这个。啊，啊，啥？好家伙，来吧。来，从头来，从头来，你别急啊，这是第一名。这是第二笔，是。然后第三笔，我告诉你啊，来，你来感受我的感觉。秋天，太棒了，这是第一个啊，然后再二啊，三四五六，那是七八九十，它有规律的，对，十二。没有规律的，大哎，对哎，三四哎，然后往下，什么一，它是一个这样，二四，哎，对吧？哎，知道什么了吧？来说出你的，你可知道了？刚才谁说秋天？不说就猜错了。对，我确实挺想打篮球的。说出你的答案，是台球。好啊呀！我看你台下了，你像是在我开玩笑，葡萄，哎，对呀，哎，对啊。你从那边，就从那边，从那边开始吧。小人物，好，可以啊，我应从这，我你赢了，从这里，我赢。好，紧张是我，我真醉了，拿我做赌注呢。我还在以为他俩在玩啥东西，我还一个人。原来你跳，你跳啊！我跳啊！跳单行吗？我跳完了，你都说过了。我那我先回去，你跳什么呀？啊，这还能先跳？我看一下有多少。下。这个空调，光是空调就不行。空调怎么关？空调就关。这样我说了，如果不能有外点因素，Warning。KO。Warning。要不然这游戏这个太容易了，我改到七十了。哦，这是七。啊，那不就八十了？再念七十。没事，七十我试一下。七十，这太近了，这。Warning. Warning.
忘了。我要开打人了，真夸张，那个打不开，刚刚四个角都是啊。我就没。Warning. Warning. 不是，终于抓到了，抓到机会了。真的捉住，没人嘴巴。
在刚刚的游戏环节中，获得积分奖励的是于牧阳、杨科和一涵。嗨嗨嗨！这个是啥？主任，我们这也太可怜了吧！我天，一定要吃海苔吗？兴奋，结果搞完这个得好好吃一顿。吃饭时发现没有餐具怎么办？一个字起。买餐，买餐具，都买。买好多。如果你走机场不小心摔倒怎么办？三个字起回答。我想哭，我太想哭了，我最想哭泣了，我超级想哭泣。如果你看电影迟到，你会怎么做？一个字起回答。啊。干嘛？我们俩不说了。如果你是亿万富翁，你会做什么？三个字起回答。买东西，要买东西，买很多东西，买太多东西。我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三个字起回答。秋刀。一个字起回答。啊！我想，我想哭。你们今天。如果你偷看电视被你妈发现，你会怎么做？一个字起回答。我哭，我哭泣，我藏起来。这个好好笑面，我藏起来。你最满意身上的哪个部位？三个字请回答。哪一个？哎，我就服了你了，真烦。在公司做的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三个字。上厕所。去上厕所。我去上厕所。我要去上厕所。我也去。你也去啊？一起啊？一起去啊？在教室，你会对老师说什么？一个字，请回答。爸，你真棒！听话，不是你要我是谁？他是个人吗？不是，是不是人。然后，可能有什么？给你解释一下，他在某个领域是什么？他是在某个领域算什么？他五毛吗？好问题。嚯，其实有，对，就是有，其实是有。你看，知道，就是其实他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有，一个版本没有。耶。在我们生活中常见吗？可以说。其实我觉得常见，没试过。他常见，我常见。他俩常见，他在电视中出镜过，就是比如说手机爱好啊，我是人吗？我是人，不是人。他是什么颜色？哎，就叫我们只能说是或不是。啊，就是如果看你猜不出来，我会适当给你点提示。是有人设的。耶。他是现实。我是他是，他关于我，关于你，关于你，关于我，极其关于你，非常关于你。这个名字我知道。我是火龙，不记当的小火龙，我是火龙。名字，还有一个名字，这个名字我用过吗？是用过。你这个好难啊！我这个是吃的，不是吃，不好难。我这个是好人，不是。我这个是不是虚拟？不是。傻吧？不是人，不是吃的，不是虚拟的，不是现实。它是不是个物品？不是。是啊，一个。什
是不是三个字？嗯，不是，我一般就两个字。我头上那个是不是物品？不是，是不是？我这个东西是现金代码。嗯，不是，是要计算，计算是。是，是，是，也不是。它是属于二次元的。啊，不是。傻掉了。是两个字吗？不是。是四个字吗？啊，不是。看我这个。非常可以，你这个打死太高了，我去真材吧，喜羊羊，不是不是，喜羊羊，
我这是个称号。我这个是三个字的。No。两个字。哎。毛瑞。啊。我什么时期最需要的？这个。哎，是不是？哎，你给一个小提示。上学。之前的。上学。嗯。给一个大提示。那你试一下啊。我也要提示。给一个提示。你说的是啥？演。我。演。太大了，提示。啊。他进教室了，不懂吗？是这个吗？喷火，喷火吗？暑假作业不是，寒假作业没有，我现在没在，我是小火龙。哎，我真的，我又不看，课堂作业给他换一个吧。我不，这个开多少？那我这个呢？有没有今天可以再换小提示？那就你们每一个人现在可以问我一个问题，我给你们一个相应的提示。我这是哪个动漫？国产动漫不是哪个动漫，你这个动漫一说呢？对你这个动就是真的就是很明显。我这个什么时候了解？在公司了解过。我这个有多大？大概也就一个这么大吧。我靠！跟着你这么大，年龄的成长的大小。双肩背包不是。我这个称号，我是在公司还接触公司活动上接触的这个称号，是书本吗 ？No， 是长方形的吗 ？Yes， 不是长方形，什么？这是长方体，立体。长方体什么？复仇者联盟。我这是几个字儿？三个字。三个字儿。我这是个角色吗？是。长方体。老板娘。不是。我救命啊！我这猜不出来吧？我这个是幼儿时看的动画片。嗯，是哪个年龄段的动画？也是用的很快的。一些这个文具用它我也很快的。像很轻松，很快。很轻松，很快的。哦，橡皮。No。哦，学习机。四个字儿。我再给你个提示，在书店里的。书名啊是新华字典。新华字典。好，什么书本的类型？你这个舞蹈的啊，舞蹈，你这个我一给你提示，你就猜出来了。对，他舞蹈，他强，强，他强。没错，他三年模拟，课时作业，你安，放学训练。我这个聊天室里出现吗？我这什么时候出现过呀？雷奇，雷奇，夏日记，少林足歌。易水寒，哦，好厉害啊！教材全解，哇，我这太夸张了吧？我这是什么？不是，是动漫角色吧？是，国产动漫。Yeah。空降，动漫一个字，两个字，哪吒。对。我觉得动漫是一个剧还是电影？有电影，有这个电影也有剧啊，是剧。孙悟空，我这是啥呀？救命啊！我这是三个字，我这两个字。你还问过我了？我要我三个字吗？对，这个应该是不知道，我放弃了。啊，在我们公司待过吗？是谁啊？不是。差不多走了这么大的路在对呀、几乎一模一样键盘几乎一模一样我这个自己学习了几乎一模一样平板我这个东西可以放在水里面吗带珠带珠什么哦我三个你们都新一轮的啦我这是个名词吗这是个名词霍永杰不是你这应该不知道我们剧本杀的时候都是非常我这个，这不是个杀，现在就有嫌疑人，现在就有嫌疑人。他说现在就有，现在就在我身边啊。于傻沙，于傻沙，是小兰，是小兰，对，于傻沙，太小兰了。这我是高管，不是他说错，石宇，他说是于傻沙，他说错了，因为我没看见，他记不起来了。易水寒，这是盲区啊。
他，我看你的，我又为了爱，我他就在你旁边，不是 BB 器，不是火鱼沙傻，鱼钢管，鱼十个，鱼真傻，石小兰，石，还有叫什么名？知道呀，不是三个石，我刚说过，五三。哎，我不记，我连我剧本上不记昵称的。我跟你讲，跟我有关。什么？跟我有关？是上来啊？不对，老人机。石小鱼没有这个。有。我打死你，在剧本上没有名字。还有第一期。不要不要。那我四呀，这九呀 ，OK， 五呀，真的兄弟们，很开心我们可以度过这么一段时光啊！大家都知道吗？一会儿都要夏日祭了，然后其实我们很久没有都这样子在一起这样训练了，对不对？去了很久，能和大家一起在这样训练，一起准备舞台。我感到甚是欣慰啊，不是甚是，我会甚是幸福。那些曾经的时光，我们也历历在目。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加油，一直冲下去。我其实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光明的未来。接下来，就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2038》。2038，咱们在隔壁疯抢先。我站在某天，我们在工厂见。如果只在某天，一切都会了解。如果这个舞台灰飞烟灭，如果跳出秘密无限，我也会在那无边。如果只能某天。我们必须妥协，如果忘了自己，青春无限。如果我消失在烟火人间，整夜都很难忍心不变。是你狠心却逞强，这过本来平常，是你静静的等待。在这个晚上，我们在想你，在同一节地铁，为什么而奔跑？你会记得我吗？如果不再少年，风霜早已满脸，在2038年，我记得当年歌声中的曲路的是否光和热，曾给你。消失蜿蜒，你会记得我吗？如果归于青年，在生活的荒原，在2038年，我呼吸哼这首歌，歌声让人静静的，我会好过一些。希望这个花儿世界是可以给大家带来一种非常欢快、非常放松、轻松的一种氛围啊。然后，所以说也希望嘛，大家可以就是在看我们花儿世界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我们那种能量和那种快乐。然后，也希望大家都一起加油下去，好不好？我们下期见，拜拜。对。好。第三样。不睡了吧？不睡了。第四样。给我闭嘴！偷东西影响了我心情了。不要这样，同学。杨同学。你好。毕业的成绩。我们是。你就忘了吧，我这一套。你要的钱币。你要吗？你要吗？你要不要？
要吗？我不要。你要吗？我不要。我祝你发财了，家人。我就这样，滚！再一个。